大家好，又到了兄弟连加尔系列课程时间，我是非著名讲师威哥。家中再有不如威哥在手。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呢还是我们这个第34讲里面这个双色球啊，这个彩票这个程序啊。前面我们已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玩法介绍跟这个需求分析是吧。好，这一节里面呢我们开始呢来去完成我们这个彩票这个程序的代码。好吧。好 ,OK。那我们就直接啊切换到我们这个34讲里面的，我们新建了一个代码叫 double ball 啊，双色球是吧。打开。好，那么在这儿案例里面呢，我们先还是按照我们刚之前分析的这个步骤来，对吧。我们的步骤的第一步啊，比如说我们简单给大家写一下啊，实现的这个步骤对吧，实现步骤。我们的第一步应该是生成一个篮球，生成一个就是系统是吧。对吧，系统生成一个篮球，这个篮球和红球，什么六个红球对吧。六个红球并储存起来，并且呢要存起来对吧。对，并储存起来。OK,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那第二步呢，我们就需要接收用户。对，接收这个用户选号。选号是吧。选号也是这个一个篮球和这个六个红球对吧。六个红球。那么第三步呢，就是我们的验证比较，要验证了是吧。验证比较了。验证这个系统号码跟用户号码，就验证是否中奖吧，对吧，是否中奖嘛。号码啊，与这个用户号码是否匹配是吧。好，匹配。是否匹配吧。匹配啊，是否匹配。然后呢，从而呢就得出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是否中奖了是吧。对，就是是否中奖。 OK, 然后第四步就是我们的公布这个本期中奖号码了是吧。对，本期啊中奖这个号码了。 OK, 我们这个实现步骤这么四步是吧。好，我们看第一步啊，第一步最核心的一步啊，我们是要系统产生篮球和红球，那么由系统随机的去产生一个篮球和红球，我们加二里面有什么支持的这个工具呢？这里面给大家引入一个新的使用的一个工具类啊，引入一个工具类。这工具类呢叫这个啊，我们也需要一个打包啊。Util 里面有一个叫 Rounder 这一类，这个类呢就用来产生什么呢？产生随机数的这么一个类。一个工具类，它就能产生随机数了，好吧。OK, 那我们紧跟着我们还需要什么呀？还需要我们的这个 scanner 对吧。需要 scanner 这个类。 OK, 好，两个类我们就把它导进来啊，好，那我们为了来存储篮球系统产生的这个篮球和红球呢，我们是不是需要有定义相关的变量啊？对吧。 OK, 我们定义一个，比如说叫 system, 就系统产生的是吧。这个叫什么？篮球 blue ball number 号码对吧。blue ball number 然后呢还需要有这个红球是一个数组对吧。六个啊，叫什么 system leader ball number 对吧。 leader ball number 这是几个呀？一个我们另一个 int 是几个？六个，存六个对吧。存六个就可以了。 OK, 这是我们的，这是系统篮球，这是系统生成的篮球号是吧。这个是
系统生成的红球，这个红球号是吧？哎，红球号，嗯，好吗 ？OK， 还需要用户接收用户输入的是吧？对，用户接收输入的，那就是还是 int 吧？那叫 user blue bar number 对吧，嗯，？OK， 好，定义出来，这是用户选择的篮球号是吧？嗯，哎，选择的这个啊篮球这个号 ，OK， 还需要这个一样的，印成一个用户的选的红球是吧？对，红球号码 ，OK， 我们也是用一个 int 哎六个位置对吧？嗯，哎，这是用户选择的。红球号对吧，嗯，选择红球号。好，这里面我们就定义这样一个四个变量对吧，还需要刚才说需要产生这个随机数的这个 render 对象，我们需要创建出来对吧？对。好，这个创建呢是这么创建的，跟我们的这个就用 R 吧，跟我们这个创建 scanner 啊有点类似啊，就是 new 啊，用这个关键字 OK， 这是啊创建随机数是吧，生成这个什么随机数随机数的什么这个工具类是吧，这是产生随机数的一个工具类，然后呢同样呢我们需要有什么这个刚才那个 scanner 是吧，我们也先把它写一下吧 OK，scanner input 的对吧，另一个 scanner， 然后这边是什么 system 点 in 对吧，对 OK， 好，这前提呢我是准备工作吧，嗯，准备工作。好，下面我们去用这个随机数去随机产生一个篮球号码，有没有问题呢？篮球号码是从16个号码里面选一个对吧，选一个，那我们这个 system blue, 是这么来写啊 ，blue ball number 应该等于什么呢？等于 r 点，它这边有个 next int 这个方法。next int 这个方法，就 next int 方法呢，里面可以啊加上16。加16，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r 点 next int 括号里面加16，指的是随机产生一个0到16之间的数，哦，0到16之间的数，哦，随机产生的 ，OK， 这是啊，大家这么理解就可以了。嗯，那我们随机产生说0到16是吧？嗯，那就是我们这个数里面篮球里面有没有零啊？篮球没有，没有零是吧？对，没有零，但是还有16是吧？啊，对不对？有16，这里面写16，最小数应该是多少？15。哦，没有16是吧？对，0到16之间的数是吧？之间的数，但是包括零是吧？嗯，包括零，所以说我们为了避免有零，应该怎么样？哦，加一是吧？哎，每一个产生以后，我再加一，这样的话是不是在一跟16之间啊？对，从一跟16之间选一个数啊，嗯，对不对 ？OK， 我们这是产生啊，我们就是产生这个啊系统的什么篮球号码对吧？篮球号码就这么产生，就比较简单，对，是吧？就产生完毕了。OK， 那我们看一下，现在要产生什么？红球是吗？嗯，产生红球要产生多少个红球啊？六个红球。而且这个六个红球里面，我们刚才按照这个原理的话 ，next int 我们可以写什么？33，对吧？对，写33就是0到33之间的数是吧？那还要加一，对吧？还要加一，对吧？加一，那么每一个数这样去随机产生，有没有可能这一次随机产生跟下一次随机产生的数有可能是同一个呢？哦，有没有可能？同一个是吧？有可能是同一个。对。那如果是同一个，那这个数有没有效啊？无效。是无效的。你选号不能选相同的。对。对吧？那怎么办呢？那你就要去怎么样？跟之前已经选好的比较，去比较，对吧？如果是有相同的，你就怎么样？就放弃，重新再生成。再选是吧？对。选完以后再怎么样？再比。比到不一样为止，对，是吗？嗯，是这样。那也就是说，你产生的数越多，比的就得越多，比的数字越多，对，对吧？比的次数就越多。嗯，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影响这个什么呀？
影响效率肯定会效率会受一些影响，对对对，性能会受一些影响，嗯，对吧？可能我们现在考虑到的是这样一种算法，嗯，对吧？对，那有没有还有，比如说更好一点的算法呢？有没有啊？有没有呢，小白？能？不太清楚是吧？好，威哥告诉你一个更好的方法。好 ，OK， 嗯，好，我这里呢用的一个实现方式呢是这样啊，因为我们选择的号是不是从一到三十三啊？对，一到三十三 ，OK， 我就从这个什么呀？从这个号码里面啊，我先定一个整数，叫什么？红球的什么号码？红球的号码，对吧？我先把一到三十三的数怎么样都列出来，都列出来，对，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是吧？嗯。OK， 我都列出来啊。二一。七、八、九、三十。三十了，是吧？嗯、OK， 这不是特别多啊，我就输进去了，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对吧、嗯、？OK， 好，我把这个一到三十三的数都给它列出来。列出来了。我为什么要把它列出来呢？为什么呢？预知后事，请听下回分解。哈，威哥，你又卖关子。时间到，进广告，进广告啊。好吧，嗯，拜拜。